再买一下信箱的东西。这把，可我觉得可以直接降角色，这怎么讲？这抽一波了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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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，好多道具卡啊！这局我可能会直接先讲角色吧。等我一下，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，主角比较重要了。你在干嘛？这只叫做物语魔里莎是吗？我给你们看一下他的技能。你说我们平常抽到那些东西是装备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哈哈哈，我就知道。所以我们刚才抽的那些东西就是，是哪一个？这样子吗？哦，怎么他都帮我们推荐上去啊？这张还用讲吗？哎，不过那角色也太难抽了吧！昨天跟今天抽都没有一只伙伴，是怎样？来，看天牛，在白玉楼是干嘛？祖先接接好了。哎，我的那个在哪里啊？这么个一家吗？哎呦，好帅哦！我倒会爆气耶，只用这个就好了。哎，所以等于说那些卡片是我们的技能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瘦嘎瘦嘎，我一直在想说他到底在干嘛？所以他的伙伴还可以用一些抽到的技能，等于是也是抽技能的游戏，哈哈哈。Yes, yes。早就知道了。哎，怎么这么硬啊？打不太死。可以了吗？糟糕。再来。是我太肥吗？哎呦，他们技能都有所不同哎。哎呦，就是每只角色都有独特的技能吗？啊！吓到！哎呦！等于是我们要抽技能是吗？够不用的呀。Finally，拜拜咯。我比较好奇，他有没有聊天室？干脆先就先讲技能就好了。
算了，先把伙伴讲一讲。